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回饭店。那我们这两天住的是同一间饭店哦。那这个饭店它是一个，其实在建筑界哦，它是一个很有名的饭店，它是一个绿建筑的饭店。那它叫 Hilton Scandalama 哦，是个五星级的饭店。那我们的饭店呢，它是在一个靠湖哦，我们可以看到湖景。然后它是盖在跟类似峭壁，它是跟一个整个饭店是跟峭壁结合在一起的。那它是长条状的，整个饭店全长有将近1公里哦，所以 lobby 是在正中间，房间是由正就是中心，对，由两边去延伸哦。所以我们到时候 check in 完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房间是往哪一边哦，不要走错。那这个饭店呢？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好，算是比较正式，对，是饭店哦，所以我们晚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对，不要穿短裤，不要穿拖鞋哦，至少对，不用到领带这么正式啊，但就是尽量穿长裤。我有带裙子再穿裙子。可以可以，如果有领带，对对对，有领带最好了哈，那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就是尽量穿长裤跟鞋子哈。哦，女生有，对对对，有的话，没有的话再带大家去采购一下。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。哦，如果这样子那随便穿也没关系，没有了。哦，注意一下服装仪容。哦，你如果穿短裤，那个门口有纠察队就把你挡下来，然后叫你围上他的沙龙。哦，对。对吧？那也好，那我要随便穿，我要穿游泳裤好了。那晚餐的时间哦，这边晚餐的时间就都是7:30，哦，7:30。那我们等一下到的饭店的时候就先 check in 嘛 ，check in， 然后各位就回房间，然后7:30再出来用餐哦。回去洗个澡，然后换个衣服，对，整理一下，换个礼服哦，打个礼。梳妆打扮啊。那明天我们这个饭店住两个晚上，所以明天就不用出行李，不用出行李。那有衣服要洗的，对对对，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洗。对耶，哎呀，你穿哪鞋子？还穿短裤啦？后来好像他后来有修，然后就变大。哪里有？就没洗冷水澡。昨天那个饭店蚊子好多，对对对对，被咬了一整个晚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今天的饭店最重要的是猴子。猴子对，猴子会进来你们的房间，在那个阳台那边的门或者那个窗户不要开，有蚊子，对，因为有冷气，猴子，Monkey，有冷气，你们房间出来的时候，阳台那边的门还有那个窗户都关起来，别的猴子进来，先看有没有饼干，看看有没有好吃的东西，如果有他们吃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看看好看的东西。没有好吃的东西，他看好看的东西，保险金、手机会带去。对呀、啊，猴子吃饼干，你们要付钱哦。啊！查房查某条东西。那个任先生刚刚说，这个饭店是1公里长的。我们的一进去柜台是五楼，柜台在五楼，吃饭的餐厅在六楼。吃饭在六楼。对对对。什么在五楼？无论是上那个柜台，柜台，柜台，你们的那个钥匙发给地方是五楼，五楼，以后吃饭的餐厅在六楼，六楼，六楼，将近六楼，对，将近六楼，lobby在五楼，lobby在五楼，对，游泳池也在五楼，游泳池，游泳池在五楼，以前可以去游泳，可以游泳，可以游泳啊。你可以去游的，不要去游泳。是无边际的那种，对，上一次也有。